在受广袤的沙漠和喜马德雷山脉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度限制的墨西哥北部，杜兰戈州唤醒了冒险精神。一座会让您沉浸在牛仔时代的主题公园西部牛仔老街将带您穿越时空，它同时也是对杜兰戈电影城遗产的生动的致敬。在与该州同名的首府城市内，弗朗西斯科皮亚博物馆已涵盖了从战场到围绕着主人公的有关传奇、传说等内容的十个主题厅，揭示了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革命领袖其中一位的秘密。仅几个街区之外，杜兰戈的地区博物馆通过展览和各种活动使该州的历史和文化直观形象化，展现了一幅当地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全貌。杜兰戈州是一个充满冒险、挑战和体验的州。埃尔德库安公园、墨西基约自然公园或飞天水瀑布等地区非常适合玩峡谷溪降，释放肾上腺素。本州各处的高空滑索也适合全家人一起体验刺激的感觉。摩利尼尤斯树荫区和埃尔普埃布利多公园都有一些高空滑索，但最著名的可能是奥胡埃拉桥，其横跨峡谷的滑索长达300多米。如果您还没决定进行一项活动，那么在喜马德雷山脉的山顶上，金字塔公园正等待着您来挑战，来攀登到岩顶，来速降，以及用本州最长的高空滑索来在树顶上飞行。无论是您有冒险精神并正在寻找最大的挑战，或者是您更喜欢探寻知识和文化，都没关系，在杜兰戈您可以找到这些体验以及更多。快来发现杜兰戈为您准备的秘密吧。